观察家，民企向国企融资，不是民企的经营能力，市场出现了下滑，更多的是资金出现问题。16日，又著名经济学者表示，中国经济大格局发生了变化，国进民退现象比较突出。他引述自己所做的调查称，在广东、深圳、浙江等民企民营资本较发达的地方，国资都在高歌行进。这位学者表示，不同于以往国进民退，此次的性质是民企主动并入国企寻求庇护。我将之称为民企面对经济下行剧烈压力下的一个自救措施。不这样做就得不到资金，这样做企业就活了，利润就有了，就业就保持了，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实事求是地说，这次国进民退确实并不是行政力量主导的兼并重组，而是在市场环境下民企主动寻求的结果。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你情我愿却充满了悲情色彩，几乎是民企的最后一次自我救赎。不少经济学家已表示出担忧，后果会是令人堪忧的，因为这样的选择并非皆大欢喜，这种看似正常的市场自发行为并非社会合意的结果，背后却同样有着深刻复杂的制度因素。此类新的国进民退根源在于金融体制环境不利于民企，使得一些国企乘虚而入，因此要想改变民企悲情自救，就及时改革金融体制。这位学者分析此轮国进民退有四点原因。一是整体经济形势稳中有变，首先受冲击的是民企。二是近年31降一补，使产业链相对优势地位发生变化，在上游的企业更赚钱。三是影子银行受到抑制，阻断民企以前的融资途径。四是歧视民企现象仍存在。事实上，民企向国企融资的确不是民企的经营能力，市场出现了下滑，更多的是资金出现问题，要么融资跟不上，资金链面临断裂，要么是资金成本太高，吃掉企业利润，导致最终的结果是由经营能力差但却容易获得融资的国企来收购民企股权。但中国长期以来金融体制环境并不利于民企发展，尤其是应该收紧等金融监管措施，受到冲击最大的必然是民企。也不能否认，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力度不可谓不大，也针对民企融资难融资贵做了不少有益的实质性探索，但真正从骨子里做到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一视同仁，对大中小企业平等对待，可能还有漫漫长路要走。众所周知，现代金融在企业经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大的企业甚至是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毫不夸张地说，缺乏一个有利于民营经济的金融环境，就必然会出现更多悲情自救的民企，也不可能有民营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此，国务院此前专门召开会议，直指中小企业民营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并提出对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要一视同仁，对大中小企业平等对待，短期来看必须尽快出台相关金融支持民企生存发展的具体措施，长期来看则要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比如前不久有企业家向央行提出设立民营银行等措施，唯有如此才不至于出现民企寻求国企进行悲情自救现象，金融制度改革才能实现中国民企的整体救赎。周敏和经济学博士后，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